小姐，你们熊经理的会还没有开完。我刚刚已经说了，我们集团的新总裁刚刚到任，所以今天公司高层都在开会。大概会开到几点呢？哎，我也不知道。在哪儿开你也不知道啊？ 不是，田女士，你看，其实我特别的理解你，要不你明天再来，或者提前预约一下。明白了，我能借用一下卫生间吗？行，出门到底左拐。谢谢，客气。 女士，您别这样行吗？我怎么了？您贴这个会影响我们公司形象的。那您签了钱不还，不影响形象啊？你能做主还我钱吗？你要做不了主的话，就请熊经理出来。别动，没法签。您安排的工作。我这儿呢。啊，兄弟，你们这儿起什么哄？都回去上班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已经不在药店。 你这是在影响我们正常工作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田，田蓓蕾。啊，李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好久不见。对呀、啊，好久不见。好巧。嗯，挺。师姐。 你还是老样子，一点都没变，朝气蓬勃的。我还朝气蓬勃，我今天多丢人呀！我，不过你看起来真的很成功的样子。哪里哪里，没有真的。李总，您看，还真不是我们欠账不还，这账目上显示的很清楚，只有发货方签字，收货方根本就没签字。 他没有拿不出相应的销售证明来，田小姐，您说这么一笔无头账，您让我怎么给您还？但您看这货确实已经收了，是吧？合同上的付款方式写的很清楚，我们只能按合同办事。抱歉，这生意归生意。